那个方向是北平吗？ 想家了。破晓，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。嗯，那我这个男主角，愿闻其详。我的父亲是一名教书先生，他也曾为了自己的理想。 我觉得人们有时候都太过于理想化。就拿破晓的剧本来说，你不觉得月如和少卿都太理性、太理想了吗？确实，尤其是月如，恋人都要上战场了，他不可能内心毫无波折，还一味的去支持，这根本就不是爱人。没错，面对生离死别前，月如实在太冷静了。 反正我要是月如呀，我一定死赖着少卿，不让他走。其实也不一定。我觉得月如的内心一定是挣扎的，他一定明白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但是他也知道，在少卿眼里，理想是高于一切的，高于生命，甚至高于他们的爱情。所以在月如的小情小爱前。 实在太渺小了，但是，月如至少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少卿。你说的没错，说不说是月如的事，走不走是少卿的选择。但是这样，少卿和月如就更真实、更鲜活了呀。华俊，你呀，太适合演女主角了。那咱们去把剧本改一改吧。还等什么？走。 在国难当头，我坐立难安，无心读书。我们背井离乡，辗转千里，不就是为了将弦歌传颂，笔耕不辍？可如今长沙也被轰炸，民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我无法置之不理。
我曾经也打过退堂鼓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在你的心中，理想是高于一切的，高于你的生命，甚至高于我们的爱情。月如，我想让大家知道。 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，更不是茫茫然而去。我们是要奔赴那些坚持抗战的地方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今天，你就要奔赴战场。我知道，凭我微弱的力量是无法阻拦你的。对。 我不应该那么自私，我爱你，爱你的生命，更爱你的崇高。明天。 我会为你送行，等待你凯旋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理想可以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和明天。 怎么样？哎，你们改了一夜呀？啊，我们俩到现在早饭都还没吃上一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们真的喜欢我们的修改吗？嗯，特别好。华俊，昨天你跟我说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 是不是间谍？间谍？什么间谍啊？少废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哎，你们别，别别别别别，走走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消防安全的必要。裴先生，裴先生，我们要要紧的事要汇报。什么事啊？文杰是间谍。我不是。你怎么不是？红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说。好了。 你们谁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裴先生是这样的，最近日军的飞机绕空频繁，好像在侦查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怀疑学校里应该是有间谍和他们相互配合。结果我们发现，每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，当所有的人都往地下室撤离，只有文杰一个人，他和大家背道而驰，还鬼鬼祟祟地往宿舍跑。没错，而且算一算时间，正好和文杰到林大的时间一模一样。我第一次见文杰的时候，他就鬼鬼祟祟东张西望，那会儿没多想。 就被他蒙混过关了，现在仔细一想，肯定是他。不是我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不是间谍，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往宿舍跑？总之我不是。你还在狡辩，你还没告诉大家你报的是什么？引导飞机的工具吧？这不是这。好了，你们两个把他松开。这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位同学。 你叫文杰是吧？啊，你刚才说你不是间谍，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
你说呀。我回宿舍是因为忘拿了这件西装，这是我弟弟临走送给我的。我和弟弟一起离家，我到林大求学，弟弟上了战场，这是弟弟唯一的西装。文杰同学。 很抱歉，你的同学误会了你。别在意，你弟弟上战场报国，你求学，将来也能学以致用，报效国家。文杰同学，对不起，我们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 文杰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他们几个同学大都是单纯的人，没什么心眼儿，可爱直接。有些事情你也不必太往心里去。你是说程家树啊？不止他一个人，大家对你都没有恶意。 可能阴差阳错产生了某些误会，不要紧的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有大把的时间，可是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个借读生，你们都是林丹的正式生啊，所以可以无所顾忌，也不用想太多，可我不行。 可能误会还没解除，我就已经滚蛋了。你也可以成为林大的学生啊。可能我没这个福分吧。文杰，其实你不必太悲观。你虽然只是借读生，但是只要通过了转学考试，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林大的学生。我真的可以吗？ 有何不可？嗨，现在都开学了，早就过了考试的时间了。林大对每一个渴望求学的人都是包容的。真的吗？华俊学姐，其实我一直喜欢古典文学，并且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朝一日能师从闻一多先生。 既然有梦想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裴先生，华俊来了，进来吧。好。我记得你，你叫文杰。谢谢裴先生记挂。怎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 裴先生，文杰想考取林大正式生资格。我知道入学考试时间已经过了。
但是文杰对古典文学特别感兴趣，一心想师从闻一多先生，不知道能不能争取到单独考试的机会。是，文先生的文章我也都研读过。裴先生，我一路从苏州辗转过来，一心只想投奔林大，希望裴先生能帮我通融一下。林大确实开学有段时日了，但是林大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见地的学生。文杰啊，你刚才说对文先生的文章著作有所研究，你不妨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想法。文先生那里我去帮你争取。谢谢裴先生。谢谢裴先生。月如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不是茫茫然而来，更不是茫茫然而去，我们是要奔赴到那些坚持抗战的地方去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今天你就要奔赴战场去抗日，我知道，凭我微弱的力量更是无法阻挡。我不该这么自私，我爱你，爱你的生命，更爱你的崇高。我将会为你送行，等待你凯旋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理想会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和明天。润清，这样行吗？再下一点。下一点。上一点。好，可以了，我进来啊。好。我到现在我才还背不下来呢。放松，放松，就松弛很重要。你可以的。哎呀，我紧张死了。佳日哥哥，三亚子，走，看你家属哥哥演戏去。爹，我能去看戏吗？可以啊。过几天啊，听听你，听听你，想去看戏，去吧，去吧。爹啊，妈妈也不走的，跟你们一起去。啊！耶！飞机。随着淞沪会战的惨败，日军重兵直逼南京，亡国论和亡国潮甚嚣尘上。我和林大的同学们在长沙街头上演了话剧《破晓》，将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告知了长沙民众。
杀民众群情激愤，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。陈家叔，哎，怎么了？最近忙着搬来衡山，也没机会跟你聊一聊。你要跟我聊什么呀？坐下聊。就说说这一次你跟华俊修改的剧本。我的剧本呢，比较理想主义。但是人性却是现实的，只有在人性的真实和复杂面前，才能彰显信仰的力量，否则纯粹的理性就没有那么感动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狭隘的一面。我们改剧本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多，我们只是单纯的从人之常情出发。你啊，别妄自菲薄了。家叔，有些时候我特别羡慕你的真实。行了，别再夸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从我第一次在清华见到你到现在，我觉得你的变化好大。南开救人，南下求学，到后来难民收容所你所做的一切，到现在报考林大，还有这次修改剧本，你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陈家叔。收起。哎，少爷，帮我把行李收起来。收起来？少爷，你啥意思呀？让你收你就收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你不去当兵了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收。华俊，华俊，我不走了。嗯，谢谢你。没事儿。少爷，你行李箱里的东西我给你搁哪儿啊？我的东西放哪儿你还不熟吗？哪儿拿出来的放哪儿去。好嘞。双喜。哎，叶小姐，你帮我把行李收一下。叶小姐，你也不去当兵了？不去了。什么叫也？程家树，你该不会也不去了吧？那你哥呢？我哥？你怎么关心起我哥了？同为林大学子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哥到底怎么打算的？你猜啊。南京已经沦陷了，你们认为长沙还能坚持多久呢？我认为当务之急正是应该参军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们说得好，将军。裴先生，我这两天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梅校长说的很有道理，土地没有了可以再夺回来，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根基没有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要我们的内心坚定抗日信念，何处不是抗日战场？所以我想，我要继续完成我的学业。不错呀，任明，学会了具体问题客观分析，从长计议。你我虽分属清华北大，又各为学生教员，你我是师生，但也是朋友。从联大的招生，再到联大的成立，你的每一个进步我都看在眼里，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啊。任明啊，我赞成你的决定，先完成好学业，再去抗日前线脱身革命。你给我的矛盾论和时间论我都已经看完了，感受颇深。下一步我觉得可以更深的去开展学联的工作，抓主要矛盾，团结古今，凝聚人心，扩大我们学联在林大的影响力。给你一个建议，
革命的形式有很多种，宣传的方式也有很多种。你之前搞的话剧就非常的好，舞台是我们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唤起民众的绝佳宣传阵地，好好利用起来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。也许破晓还有另外一个结局。什么结局？少卿选择了留下。那就是另一个破晓。其实无论少卿选择留下还是离开，只要他忠于自己的内心，月如都不会怪他的。我此刻就想过了，无论少卿以前的离开还是现在的留下，都是少卿内心的想法，也是我的。上战场杀敌需要胆量和勇气，在教室里上课需要理性和智慧。也许在战场上我是一个普通士兵，也许还不合格，但是在林大我能发挥出一个普通士兵起不到的作用。更何况我答应过我父亲，我要好好的完成我的学业，我必须得遵守我对他的承诺。你决定了？决定了。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。华娟，我觉得你现在变化好大，你的冷静，你的理性，还有你的坚决，都不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林华娟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怎么可能没有变化？或许我不像你以前认识的林华娟，但我依然是你以前认识的林华娟。润明，我知道你心志高远，心向革命。也许你做的决定并不是冲动的，如果你下定决心，我会支持你的。而你却不一定与我同行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这冷，咱们回去吧。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中央航校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学员，我只要过了身体检查这一关，考上中央航校肯定也没什么问题。太好了，我也想去我哥的部队。我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，自从听了徐特立先生的演讲，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。我想好了，我去延安。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只要打日军，只要枪口一致对外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。说的没错。你们三个真的都要走了？对，我们的志向都在战火纷飞的前线，虽然求学也很重要，但我想等我们凯旋以后再回来延续我们的学业也不迟。说的太好了。我们家几代都是军人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不能辱没了毕氏的家风，日寇不除，誓不为人。你们不会觉得我们没去的人是胆小鬼吧？这是什么话呀？人各有志，你们继续学业的人同样是为国付出。谢谢你们的理解。送给你的。罗恒，你是我们连大年龄最小的，却报名参加了最危险的空军部队，我真佩服你。指南针？为什么会送我这个？因为这上面有家的方向，希望你每一次都可以顺利起航，也希望你每一次都能平安回家。谢谢你。